演员，我觉得让我最吸引的地方就是他比罗辑自由的多了，想象空间很大，然后他可以让我很时常的抱着一个冒险心。我现在不拍戏的日子，除了带小孩就是逃脱。自己今年五月开了自己的个人的工作室，就很专心很宁静地去探索陶土的部分。我对他的想象很多，因为陶土不只是限制在拉胚，它有手捏，它有雕塑，它有造型上很多可以尝试，所以它让我觉得哇，他有很多想象。我用它来探讨人生，我觉得从里面我可以内省，我可以看到自己很多的情绪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，也非常好的出口。